经常旅行，十分向往欧美乡村风格居家的夫妻，找上擅长空间规划的江荣誉建筑师，希望在这25楼视野极佳、采光通风良好的宽敞空间，创造舒适浪漫的小天地。走进小玄关区，以白色将空间放大，点缀水晶吊灯，营造优雅氛围。客厅则以花布沙发增添色彩与浪漫气息，温馨的美式乡村壁炉巧妙地砍入了电视机，后面则不着痕迹地整合多功能影音系统。书房区与客厅以玻璃拉门区隔，让光与风自由地流窜，搭配卷帘与沙发床，还可以变身成客房。蟾蜍居在灯光规划上别具巧思，除了水晶吊灯与进阶光提升用餐气氛，暖黄的光线与米色墙面座椅呼应，框出充满趣味的空间。私领域则巧妙地让充足收纳的白色柜体当作背景，再活泼地运用不同花样的壁纸，凸显浓厚乡村风格，足以精致的壁灯摆设可爱与魅力兼具。江荣誉建筑师回归生活的本质，利用光线与自然风格搭配，打造高科技又不失休闲品味的乡村风格居宅。